再去征求他们家人的同意，让他们家人看到我们的诚意。其实我觉得他的父母他们那关我觉得还挺好过的，他的家里边我觉得最不好过的就是他的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那关我表哥还没还真的我觉得不是很好过哈。为什么不是很好过？因为他表哥现在的话有点依赖我了。依赖我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家人们哈，因为我给他提了，之前拿了两瓶毛子过去，拿了过去他就不喝其他的八加一了，他就只干毛子了，他就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多久过来那个，哎呀我最近我又没有八加一了，你来我们家里吃个饭。他知道叫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就会提八加一过去，就会提毛子。哎呀，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儿下来得好好跟你表哥沟通一下。谢谢开心梅，好不好？谢谢啊，家人们，我下来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这都是其实也是小事哈，也不是搞不定，对不对？能够这个搞定的都不是事儿。叶总惯着他，那必须得惯着呀，没办法呀，那这点都是小事儿，说实话哈，都是小事情。今天你们在那个云南吗？对，我们在云南。那个因为怎么说呢，他可能也是开玩笑哈，你那个表哥可能想为难为难我，看一下我的看一下我的这个对你够不够坚定，会不会因为这一点小小的困难而放弃。放心吉莲，我肯定不会让他失望的，对不对？我直接管够他未来十年的毛子都给他管够。好不好这样的。表哥他们出去打工了，也去了哈。欢迎家人们，新歌录了吗？录了，录了，就是，录了哈。录了，但是我想的是，就是已经录了，上一次已经录了的，在成都录了。我问一下这个样子，我马上我给他们发个消息，今天我问一下这个歌多久能够出来，好不好？家人们，1月25号录的。我马上问一下，问一下这个歌多久能出来？一月多久？25号，1月25号。但是我想的是下个月38妇女节，妇女节就相当于送，把它当做礼物送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当做礼物送给啊？我这什么礼物呀？谢谢啊，家人们，不用送礼物啊，不用送礼物，我们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家人们想不想要38妇女节的礼物？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呢？因为像马上就是妇女节了呀，刚好我也没有，你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我妈妈，我就相当于送给，我觉得挺有心的呀，这样他们以后都难忘38妇女节，有人送过他们歌呢。对，已经今年见公婆了吧？见了，家人们已经见了，已经见了。欢迎咱们新的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我们刚开始直播哈，刚开始直播可能快半个小时了哈，然后。然后吉莲的话前几天确实去见了一下公婆，当然他的话吉莲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吗？满意吗？满意。满意呀、啊。满意就好。那是我们的房间。那是我们的房间。他走错了。行，吉莲好漂亮。姐。欢迎家人们，我们把小赞赞点到马上快500万，天哪，好久都没有点到500万了，天哪，家人们。对，今年的话，家人们，我说实话特别懂事哈。然后过几天我们就开始这个工作了，开始工作以后的话，我真的，我就今年我就希望一点，就什么，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了，轻松一点啊。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也不会公司有人欺负他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应该都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你的身份的，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我看他们说啥，吉莲好幸福呀，什么时候结婚？快了哈，家人们，我准备的话就今，不能说太明白，说太明白了，那个，算了吧。怎么了？家人们，反正就是之前就是。天天的不相信我们两个的爱情了，这次爱情要修成正果了，要给那些打脸了，给那些支持我们的姐姐和阿姨们
就是之前一直坚信我们坚定的真诚的信任我们的姐姐和阿姨终于要给家人们一个交代了。对对对，终于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了。对，他们想知道叶总家里边是怎么样的，你给他们形容一下。他的家里是怎么样的呀？你们想知道什么，家人们？还有因为很久都没有开直播了啊。我们两个对，刚刚就是8点钟的时候开的，然后的话很久都没有给家人们开直播了，先给刚刚进来的直播姐姐和阿姨们问个好，新年快乐。因为有的是刚刚进来的，也有是从开头看到现在的。是这个样子的，已经很几天没有开直播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安和安在他的家里和陪他的家人过年，然后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婆这些就是天天就是一起玩，要不就是在车上，要不就是在逛街，要不就在陪他们购物，要不就是在家里吃饭，要不就在车上，然后飞机上。所以的话我第一次去他的家里，我一直都就是还是挺紧张的。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真不就是不好耍手机，但是我真的很想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真的因为很久都没有和你们聊天，很多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一直都问我怎么样，就是挺好的。他家就他一兄弟，他家就他一个人，然后的话之前我也不敢回答，是因为这是安安个人的一些情况和他家里的事情，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一直去宣传别人，我觉得我这样的话不怎么礼貌，我怕我的一些语言伤害到或给别人带来麻烦。所以的话这个是他自己今天给家人们说的，然后他的爸爸还有家里的阿公阿婆这些家里的人都挺喜欢我的，对我真的很好，然后他们也希望我俩早点结婚。我们两个昨天回的成都，然后因为马上也要上班了，所以的话安安就带我来到了，昨天晚上他提前订好了机票，然后的话今天带我来到了这个大理这边来透透气散散心，然后玩个3-4天就回家了。然后这几天可以给家人们多开个直播，如果你们喜欢看这种日常的直播的话，可以多给家人们直播，可以给你们就是聊聊，然后给你们看看洱海，你们想不想看？想的家人们打个响字，然后的话我们两个明天要去洱海边，到时候也可以给家人们直播。对对对，哎，洱海边啊，这么多人想呀，行，没点关注点关注哈，对，家人们，这是安安的这个，哇，这礼物好好看，谢谢家人们，这礼物我真是第一次见。然后你们这是安安的抖音号，你们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可以点个关注哟。好。这么多人想，哇，20000个人了呀，这么多人，那明天咱们就去洱海边给家人们开开直播。然后今天听说你就是很旅途愉快，对对对，你一直很想来到这个城市吗？我就是很喜欢大理，很喜欢大理，那明天我就带你去好好逛一逛，然后带你去逛一逛，然后大理这边的话据说很浪漫，对不对？就是孤独的人很孤独，浪漫的人觉得很静下心，然后散散步走走洱海，就是静心的一个城市。哦，这样的呀，你到时候去看，你如果喜欢这边，那就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就看一下嘛，啊，这边你说看房子呀，我看你有没有看一下，你有没有喜欢的这边。好那个呀，我觉得划不来。我知道，我先看看了再说。我们不会就是长期待在这儿，如果买个房子在这儿的话，没事儿，我带你先去逛那个。你这动不动就给我买，你那以后走到哪个城市都有一个我的家了，那我家也太多了吧？研究一个家，我四海为家吗？还没领证呢，家人们，还没有呢，还在也奋斗之中哈，我还在加油之中。希望哈，在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你们的帮助之下、支持之下，我能够尽快早日和小金莲修成正果。当然，这个还得有个过程啊，不能搞太快。为啥？那太快，那咱们不草率了嘛，对不对？就很快，那得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就说该干嘛的时候干嘛。我要让小金莲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它都能够很有意义，都要能够很有意义。明天应该是下午啊，家人们应该是下午。然后你们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点个关注哟。
对，多去买几件衣服，行。你没吃饭，那我们，哇，两万人。两万个人，这么多人，我的马上两万人。家人们，这个样子哈，一万九。因为我们今天坐了飞机，还没吃饭，还没有吃饭，然后我们先去吃个饭，好不好，家人们？然后我们明天见，好吧？明天见。明天见，好不好，家人们？明天见哟。然后没点关注，点关注，左上角直接点个关注，这里点个关注哈，点了关注，明天就能见到咱们，然后以后的直播和视频都能见到咱们哈。拜拜，晚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晚安咯。这个样子，今年新的一年里边，你再给大家送一句祝福，好不好？就是希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永远健康，然后我就是希望我们每天都用最真诚的内心的爱意，然后陪伴着彼此。谢谢你们见证我的成长，谢谢，拜拜，晚安，越来越好，越来越